大家好，我是 YIG 五百昼夜预测。今天是9月4号，今天我们要来预测一下美国的纳斯达克指数，九月份的。这是今天摇的卦啊，14031啊，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九月份的纳斯达克指数到底是怎样的。大盘行情将进入一个盘整阶段，上升的动力不足，下跌的幅度有限，将进入这样的一个状况。虽然近期是上升期，但是九月份是一个窄幅盘整的上下有限浮动的这么一个状况。我认为九月份纳斯达克指数是一个上下有限的窄幅盘整的状况。上下500点盘整。那么暂且我们把九月份看为是一个盘整阶段，有限的盘整阶段。这是我对九月份纳斯达克指数的根据这个卦象的解读啊。这个视频就讲到这里吧。仅供大家参考啊。